起来听每日灵粮。早安，我们今天要来看耶利米书的第24、25章。我觉得今天我在读这24章的里面有一节我很喜欢，它有一首诗歌，我记得是牧主做的诗歌，也有这样子的唱，也把这个经文拿来当诗歌。他说：“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”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我觉得我特别一个很感动，就是我神说他要赐给我们认识神的心，认识神的心。你认识神的，你认识你旁边人的心吗？你认识你家人的心吗？你认识你领袖的心吗？你认识神的心吗？我觉得那个认识神的心，我觉得很特别，也是今天很抓住我的地方。认识神的心，好叫你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，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。我想到那个认识，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过，当好像你跟一个好朋友，有人说：“哎，他做了什么？”你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认识他，他不会做这件事情。”好，一个真实的认识他，我们知道神。好像我们就真明白他，真认识他。我自己很喜欢这个，赐他们认识神我的心。神说他主动，我觉得他主动要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知道他是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神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一心的归向神。所以这里再一次的提到一心归向神。归向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好，甚至于总是一心归向神，还是你常常一心归向自己，一心归向钱财，一心归向疫情，一心归向媒体，你一心归向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，亦或者一心归向儿女，我觉得真的求主来帮助你我。让我们真的能够一心归向神，认识神的心，一心归向他。愿神来祝福你，阿们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喜欢你。